这个毛玻璃是的。也不小，大概有7、8毫米。这个这是个原位，他人来了没有？没来。就这个，密度很低，定期复查吧。他想吃中药的话，就给他搞点，啊、好像是就只报了这一个，但是对，写八的是毫米，多发。这个比较明显啊。那这个是暂时不用手术的。暂时不用手术，他如果是很紧张，但是他哎，他年轻啊，40几岁，也可以考虑把他这个之做了。前有那个甲状腺癌手术，这是几月份的？1月份的，也是没三变月化，份，三月份里，没变化。对，嗯，可以继续观察，也可以吃点药，也可以这个结节靠外周，也可以做手术，让他自己选择。